我再强调一遍，咱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咱是一家人。等等，既然是一家人，那我的任务得重新安排。这家伙国泰兄弟真是有话要说呀！你说，我张国才一膀子力气。 为啥在大玉宫私奔火车呀？我要参加你们第一组。哎呀，这么的吧，我问问你，广义大哥当时下山的时候把黑风岭交给你，为啥呀？是他看上你一膀子力气了？ 国才，你错了，他看中的是你有勇有谋。你说说，大玉沟站，你劫不下火车，我们这些在车的人不全完犊子了？你还有，这一道上，哪有鬼子炮楼，哪有岗哨，你的心里不比谁都清楚啊？你说你这人，你不指挥谁指挥啊？一切行动听指挥，营长说啥就是啥，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指我！你再说了，这一道上，咱的武器弹药怎么运过去？你想没想过？啊，你以为这第二小组这任务轻啊？这……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舒服了。哎，营长，这事儿我哪手啊？我来，你就是有再多的武器。 我也能瞒过鬼子，送到大峪沟。要不说给你俩弄一块儿了呢。不是，江营长，我听半天没我啥事儿啊，我在车上还在车下呀。你就跟家里坐镇虎头岭，把月明看好。老姨啊，这个任务可不是一般任务啊！你得防止鬼子趁我们下山执行任务偷袭我们。那这么说，虎头岭我领导了呗？这老姨，你看你。 你一直是我们最高领导，你管饭呢？是是是，老重要了，老姨。这没用。哎，对了，营长，那电报里有没有说一共有多少个鬼子啊？电报里不可能说那么详细，要不然的话，他干啥提前上车？哎，那火车上要是有好几十号鬼子，咋整？照打不误。这是上级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么的吧，咱们呢就合计合计，看看这些方案呢哪有啥毛病啊？谁还能想起啥好主意来？掌柜的，来，掌柜，来了。掌柜的，这趟你辛苦了啊。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咋的了？大哥兄弟，自打上山，你可没跟我说过几句话。咋的？你还是嫌我当年当掌柜的对你太刻薄了？啊？是，我承认，当年我和你嫂子是对不住你，可是你嫂子人都不在了，你就别跟哥计较了，啊？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啊。 你嫂子半夜托梦给我，嫌我杀鬼子少，我到那边没法见他们娘俩。哎，咋还说咱俩这么多年也是出生入死的弟兄，是不是？哥哥，你想多了，这瓶在兄弟我心里早翻过去了。咱上山也这么久了，是不是？往后没别的，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给嫂子。好兄弟，那咱就以后。 跟着营长，我杀鬼子，那必须的吗？啊！啊！这咋了？咱们山上谁有英勇就义了？哪有英勇就义了？你这乌鸦嘴！你枪练咋样？啊，全学会了。那我今天还打死一只兔子呢。原来你还打死兔子了？啊、小兔崽子，你看把你给能的。那啥，我们这是有任务。 等你啊，以后把这本事都练好了，我自然会带你啊。不着急啊，行。掌柜的，那个咱把弹药啥的分一分呗。好。
好练啊！好嘞。国才，你看看，还有啥要说的没？我进来。营长，营长，这下山打鬼子咋又没我份儿啊？这都下山了，谁看家呀？鬼子万一上山了咋整？不是，营长，我现在跟我师傅学的打枪、扔手榴弹，现在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我能下山打鬼子给家里人报仇了。那你说说，这山上谁和鬼子没有血海深仇啊？啊，年轻人，我告诉你，我们独立营打鬼子，那不光是为了给自己报仇。明白了没有？明白了。行了，回去吧。哎，好，回吧。国才，这么的，一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小组出发，天黑前到达双桥子站。你们是三个小时以后出发，天黑前到达大峪沟。晚上，咱大峪沟见。好。什么？叶掌柜还没回来？真该死，皇军的事儿他也敢当。你跟他说，他要回来马上来见我啊！钱翻译官，干什么呢？怎么还不出发？哦，马上马上马上！喂，司令都等着急了啊！马上就四桌啊，就这样定了。这个司令官的同学渡边教授让我帮他定下寿宴，快准备出发。嗨。走。
找个地方先坐下，来。哎呀，坐下坐下。哎呀，我想喝水。喝水啊？行，我给你弄去。
咱这村子是白进了。 这周是国际要犯，您能从独立营手里抢回，将军从此会对您刮目相看的，说不定将军又要重提您调回总部升官任职一事了。将军机关算计，他没有想到我会在他埋伏的地方伏击他。<笑>我想。 江雪原马上就回落入我们的手掌。天快亮了，回到赵州，我们就安全了。不，所有人员和车辆一刻也不停，立刻前往新京。我要亲自把四海之舟送到目的地。司令官妙算无疑啊！ 江雪原的独立营现在估计正凭借那几辆马车拼命地赶往赵州拦截我们，谁都没有会想到，我们却和他背道而驰。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就算插上翅膀，也追不上我们了。<笑>江雪原，这个我最大的死敌，不能给他一丝的机会。 肯定把人弄赵州去了，这方向不对。少废话，让你咋走就咋走。不是你这是去新京的路啊，大兄弟。啊，听长的没错，鬼谷老瘪犊子现在肯定奔新京邀功请赏去了。咱走这条路正好把他截住。我说的对吧，营长？<笑>哎，我明白了。好，这样，后面跟上。 我们和江雪原这个魔鬼打交道这么多年，除了2年前的牦牛贺一家，这一次算是确凿无疑的战胜他了。<笑>而且是他输的最不光彩的一次。支那人有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江雪原不过是只小小的螳螂，我才是逮住他的黄雀。<笑> 怎么了？怎么回事？ 给我还击！
will be ascending to the Wenquan Mountain. Hey, Wenquan Mountain. Yeah, hurry up. Far, 要不这么的，先让黑风岭的弟兄们回营地，咱带着人去温泉山。行。头头，以后打仗小心点啊。咋样了？没事，小伤。罗三哥，待会儿你带着弟兄们先回山上吧。我不回，你们这人手也不够啊。那你不回，这弟兄们咋整啊？让他们自己回呗，他们又不是不认识道。独立营这次劫走了四海之舟，我看他们一定是往北边走，可是他们未必过得了关东军的防线。如果不向北送出满洲国军，四海之舟早晚是关东军嘴里的一块肥肉。赵州向北到边境只有一条路，他们如果要去边境，一定会经过我们的数道哨卡。你说一个大鼻子蓝眼睛的人要通过我们的哨卡，他能不被人看见吗？我立即通知各哨卡拦截。不，每天通过哨卡的苏联人有很多，你不能把他们都拦截下来。好在我们许多士兵现在已经见过他们，立刻把这些士兵分散到各个哨卡，只要四海之舟露面，就把他和随行的人一网打尽。是，我这就去安排。我要亲自带人去追。要是我不把死海之舟追回来，总部那些人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的。我鬼谷一郎就不抬头了。你留在赵州，铁路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各部门都会派人来现场。你留下来应付那些责难，帮我抵挡一下。是，司令。您的追击也要加快，蒋雪一定会马不停蹄的就上我的。我要以欺人之道还这欺人之身。他们在我前面来了个张网捕鱼，我要给他来一个守株待兔。今日将軍司令官はどこだ？報告します。列車はやられました。鬼谷司令官は襲撃者の行き先を判明し、後を追っています。襲撃者を追う？この一番重要な線路が破壊されたのに。長官、この者たちは最近よく長城に攻め、我らに甚大の危害を与えられています。奴らを追撃することで鉄道を守ることもできます。奴らが来るたび我々の損害が大きい。つまり今は奴らを捕らえる絶好の機会です。鬼谷司令官により、私から直接各長官に伝えるよう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した。襲撃者？独立連隊だな。その通りです。確か2年前鬼谷大佐は独立連隊を全滅させたことで司令部から保証をもらったな。どうして今は全滅させたの独立連隊はまだ出てきたの？長官、独立連隊と自称する奴らは2年前で生き残った中心人物だ。奴らは再び力をつけた。最近司令部の命令は
犯人を確実に保護し安全に輸送することだ。だが今犯人は逃げた。全ての責任はお前たちが取れ。はい。鬼谷司令官も手柄を立って再び犯人を捕らえ名誉挽回をお考えしております。营长，鬼子跑到咱前面去了，咋办？给我这仗打输了，看来是想翻本啊。所以大伙得有个思想准备，这往后这仗不好打。再往前三四里地就是鬼子的第一道关卡了，咱有这么多武器，还有。这个大鼻子蓝眼睛的咋整？先生，你这主意真行啊。行，就是费点功夫，不过总比打五棺材省事多了。这活以前都不用我出手，张奎，上。啥玩意儿我上啊？你出的主意你上啊？这活儿你不都是伙计干的事吗？看我干啥呀？赶紧的。不是咋就成我的事儿了呢？伙计，把那个木板锤子给我拿来。营长，小鬼子少卿。出了少侠以后，在一里地外等着我们。明白了，走吧。这样。张大哥，
长？上哪儿弄的这身衣服啊？有点意思，教堂位还有哪儿？他挺像的，你一点都不像。怎么样？刚才过关卡的时候，鬼子查的严不严呢？挺严，多亏他做了隔层，把武器弹药都藏里边了。林长，我看他们是有备而来，在那房子里有好几个他那样的老毛子，他们一直在问。行了，大伙儿啊都警惕点，从现在开始分成两拨走，出发。是。师傅，不是欺负你啥呀？不舒服，你把胡子挠掉了，让鬼子认出来，抓起来。像呀，搁肚子里。司令，哎，阁下，昨天城外的关卡都没有拦截到独立营的消息，您说难道他们长翅膀飞了？哼，独立营很狡猾，区区几个关卡怎么会拦得住他们呢？你放心，玄桑，这条路上遍布了我们的密探，只要他们一露头，我们就会盯住他。这么长的路，他们不会一点马脚都不露的。喂，干嘛呢？我有个伙计，我想问问他，叫他帮帮忙。行，全体下车。喂，哨卡受到袭击，死了九个人。命令受到袭击哨卡的前方风口子关卡拦截，所有车辆严禁通行。另外，把附近所有的部队都调集到那里，控制所有的车辆严禁通行，一定要把江雪原的独立营消灭在那里。命令部队增援风口子。嗨。
这就是石岗屯了。我去问问。大娘，哦，大娘，这是不是石岗屯啊？啊，是啊。啊，那么打听个人啊，有个叫马炮的在这住吧？啊，您的马跑了？谁的马跑了？我说是不是有个马炮在这住啊？马炮？哦，是是是是，那个就那个光棍的马炮啊。马炮。小子是不是以为咱俩和你叫账来了啊？去年欠我们这三块大洋，现在抵消了，好不好？看你小子真是的。常德，真是你啊，常德老哥，这咋这么多人呢？一条没人能回来的路，义无反顾，不怕辛苦，一场不论公平的战役，为理想杀敌，眼看战火烧四方，红颜遍体鳞伤，绝不投降。战役为理想杀敌，满天下着黑的说，天地间满目疮痍，不忍看见。永远的春天。